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叫做 Bubble Blast 的小游戏呢？一个非常经典的小游戏啊，我这样说明就大家可能不懂啊，但是呢我放游戏画面出来大家可能就知道了，就这款游戏 Windows 7内建的免费小游戏啊。这个经典小游戏呢，它里面又分别拥有三个小游戏，一个就是打开叶子收集叶子的啊，连连看开了两个对的就收集叶子，那么还有一个是蛋糕店的，它会给一个蛋糕图案，然后你要跟这样图案呢做出一模一样的蛋糕，然后送出去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表情工厂了。我们要把一个神秘的生物呢，放眼睛、鼻子还有嘴巴的。以前玩起来的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游戏，它是在电脑 Windows 7里面呢附送的小游戏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玩它的游戏，但是是恐怖版 The OG Cake Factory。你喜欢烘焙蛋糕吗？那么这就是你的幸运日。有了 Coffee Cakes， 你就可以制作漂亮的蛋糕并获得报酬啊！使用机器来制作所需的蛋糕。哦，欢迎每个人，耶！3D 线呢？以前这个小游戏呢还是 2D 的，现在变成 3D 了。你看，哇哦！总之呢，你看这边有这个图案嘛，左上角，我们要跟着图案呢摆放正确的。如果摆放错误的呢，右下角就会有垃圾桶，它就丢进去啊。比如说，你看啊，我们故意做一个错误的，送到这边来的话呢，它就丢进垃圾桶啊。直到我们做正确的为止。我们需要一个圆形的 ，OK， 然后巧克力底部，然后粉红色。然后笑脸，哒哒，这样呢就可以上出去了啊！好经典哦，喂，哎，对对对，它会有这种多层的。我们需要呢先放这个圆形的 ，OK。做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要倒退，又再贴多一层。等一下，这个是箱子吧？我以前玩的时候还觉得很正常，但是现在玩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很奇怪了。为什么人类会吃箱子做的蛋糕的？空心的，然后是箱子的。哇，以前还觉得很好玩，现在觉得不合理啦。来，送出去，给人类吃箱子。为什么浮在空中的？这我以前没玩过呢，这怎么办到的？这怎么办到的？哎，是要送两个吗？看一下，哎，不是，哎哎哎哎，刚刚系统出问题了，哎，刚刚这游戏有 bug 吧？哎呀，开始发生恐怖的事情了吗？啊，这边就是任务清单，右上角有多一个面板出来了嘛？我们要完成八个蛋糕才可以结束这回合啊！哒哒，送出一个了，来，哎，爱心的。正方形啊，两个啊，没有浮在空中了，正常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好像一次过出两个纸张的，要注意啊，这有点难的，就是可能会大塞车的。你看这样倒退的话，如果这边有两个或者三个纸张的话，就会大塞车了。送出去啦！来，啊哈，耶！喂！哎，没有配方？哎，没有人订蛋糕吗？送纸张？哎，真的呢，没有人订蛋糕？哎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我感觉有鬼。丢掉没关系，那个不要，那个做错了。好。好，正确的。哎，为什么丢掉？哎，你偷偷换你一个配方。哎，你这样搞我的吗？你要什么的？你要说清楚啊！不可以这样改订单的啦啊！来，啊，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啊，忘记了。OK， 我要先记得，等下是圆形巧克力爱心，好。这个黄色的，然后圆形巧克力，
爱心啊，这样吧 ，Yes， 喂喂喂喂喂，什么声音？有脚步声哎！童年回忆，我的童年回忆要毁掉了。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还在上学，现在终于要毁掉了。哎，额外的，哎哎，你只需要这一个而已吗？订单5块钱。哎啊耶！第二关开始了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你有时间限制的，你不要这样啦！好的啦，好的啦，那我就快一点喽，我就不啰嗦喽。看谁比较快哦。喂，喂 ，Arrow， 游戏关掉了。这是 Windows 7的画面呢，而且后面的云在动哎，为什么？这个 Windows 7好强哦，后面云跟树在摇摆呢。哦 ，OK， 变成小视窗了，但是 OK 好像没有问题。来，虽然画面小了一点，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玩的。哎，为什么 Arrow 没办法启动？什么纸张啊？纸张呢？啊，说一下哦，我要主动说，哎呦，有问题了。来。啊，哎，不能升级哦！我要这个不能切换，是我自己换。啊，然后还有没有给我？哎，全部都我手动了，你 bug 很多呢！哎，怎么回事的 ？Windows 7的游戏哎，会这么多 bug 吗？放到现在，我又要自己说，全部都要自己来。当初代码我也自己写好了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堵塞了！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你不要这样！哎哎哎哎，我不能控制了！哎哎，不是，你不要这样！等一下，刷这边的粉红色、黄色 ，OK， 倒退回来，贴到一个圆形的巧克力，黄色爱心 ，OK OK， 送出去！为什么不能送出去？啊耶！ Yeah！哎哎哎！我的电脑！喂，什么意思？重启我的电脑？喂喂，变 3D！ 哇哇，为什么眼睛看着？哇呀，这什么东西呀？为什么来外太空了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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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看着我，对不起，我去另外一边看。哦，为什么这边的世界烂掉了？好，核废料的地球，我们继续做蛋糕啊！可能外星人需要嘛？是不是想要吃蛋糕？为什么我没有甜甜圈呢？我去找甜甜圈啦！哪里有甜甜圈？我要找一下，是不是？哪里有甜甜圈？我没有甜甜圈啦，我给你爱心好不好？爱你哦。我要怎么说啊？哎，所以我没有甜甜圈该怎么办？我没有甜甜圈啊，只有两个，我就一直送不出去呢。我们只能做这样，做这样，做这样。没有甜甜圈的按钮，还是我们要找甜甜圈的按钮？找看一下。啊，那在这里，你看，难怪有接条线来到这里哦，延长线。你看，地上有这个延长线，我们可以多这个甜甜圈按钮。哎，后面出问题了，这个游戏出问题了。OK， 没问题的，可以继续送了。啊哈，这个，耶！回来了，正常了。什么载入下一个失败，所以回到第一个。哎，是回到第一个吗？现在，我这个苦力工要做到什么时候的？他就不想放我下班哦。哎，重启中，又在重启，你又在重启。啊，可以关掉，不玩了，我不想玩了，哈。啊，耶，关掉了。喂喂喂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自己打开了？我不是关掉了吗？这电脑。
而且你没有给我纸张。哎，哎，来了，哎，好，我就做给你，好，你要是啦。来，给你上出去。哎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怪怪的东西来了，怪怪的颜色。给人类吃这东西。哎哎哎哎哎！哎哎，别闪电了！哎，我们进到电脑世界里面了。我们玩着 Windows 7的小游戏，玩一玩，然后我们关闭游戏，然后就直接被吸来这里了。哎，我们可以到处走了。这是传送阵吧？我们原本在家玩电脑，然后玩一玩，突然间被吸进电脑，传送来这里了。哎，真的变恐怖游戏了！喂，哎，蛋糕，蛋糕，蛋糕，这些都是我们做蛋糕吗？然后人类就吃这个盒子，再贴上一层那个有颜色的东西，然后色素之类的给人类吃。爱心，女生 ，Hello， 这什么意思？两人试图透过烘焙蛋糕赚钱后报告失踪，而且这个画面，报纸的画面是那个工厂，哎，所以有人想要赚钱开了这个工厂，然后就失踪了。该不会他们身体变成蛋糕了吧？这是谁？超人？谁？有人在对面那个管道，是我工厂的管道，蛋糕的颜色的管道。Demo 结束了，Demo 只到这里而已，这怎么样？我好想继续玩的，哇！好的，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啊，这个 The OG Cake Factory 也就是我们 Windows 7上面的经典小游戏啊，但是恐怖版本的。然后今天这个 Demo 版本呢，玩起来非常好玩啊，我非常想继续玩下去啊，毕竟这是我的童年嘛，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玩这个小游戏的，在 Windows 7上面。只是那 Windows 10没有这种小游戏的， Windows 10跟 Windows 11好像只有扑克牌而已吧，给你玩扑克牌。这个小游戏到底消失去哪里了呢？现在如果购买 Windows 7的话还有吗？应该买不到 Windows 7了吧。而且以前 Windows 7上面不只有这个小游戏啊，而是有三个的，一个是这个嘛，另外一个是翻开卡牌收集叶子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帮他们连接那个眼睛啊嘴巴那些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作者就把这款游戏单独拆开变成恐怖游戏而已啊。玩起来非常有趣啊，期待好的战士版的到来。那么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请你们给点个喜欢并分享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。等战士版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来玩玩看啊，到底我的童年回忆会变成什么恐怖的东西呀，被吸进电脑游戏里面啦。电脑游戏有这么多，有用剑的，有用魔法的，但是我偏偏被吸进一个工厂打工的游戏。进入游戏世界还只能打工吗？也太悲惨了吧。